还没轮到我。成功成功。我在冲，我在冲的路上放了一个爆头，我觉得很爽。哎、欸，来不及，挤不出来，很北气，一直摇头。嗑药啊！哎呀，算了。还你尾巴是不是、啊？给你们搭。哎，我再来一次。哎，我按下去了，好呀、哦。是，看到了。他刚刚两次哎，突然取消了一次。大哥，这根烟怎么样啊？不错，这是雪茄，美国进口的。是。嗯，我天上看到的那个是头壳吗？咸鱼。虽然是尾巴，看起来跟头壳有点像。好多啊！说起来，这里好像没有泥巴地可以让它、有啊，有啊，森林啊。哦。要去玩泥巴了，是，我要去拿着那个，要不要挂、啊？哎、欸，突然冒出了库鲁特，我以为要回去滚泥巴嘞，在泥巴里面睡啊？不管没有，连泥巴都不要了，我撒粉。一堆死火，就你最特别，那么烧的。绝土毛鸡，哪里啊？断崖。哦，差点。那沙丘是普通毛级，好，现在讲600就好了。山丘上有600块，可以，这个600不错，赚。
山丘上面有六百，其他的八百。前面的你想干嘛？叫我放爆头是不是啊？是。森林有没有毛几啊？你有看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还没抓过。我看了，没有。啊，你还没有哦？对啊，我还没有森林毛几，我很想要。青苔毛几。上次遇到了，给你们全部抓了，我自己没有抓。然后有人默默的在那边偷挖。火爆猫鸡，有火爆啊！岩浆地区。哪？是哪一边的？岩浆，有岩浆的地区。好，黑的地方没有。我想说他突然不换头，我以为他真的是火爆。珊瑚有一般的毛体。他珊瑚只能一般啊。六百块抓！上面还是下面啊？下面。不然我时间够不够？没关系啊。断崖那个下面往下面跳的那个断崖有一个更多地方。下去。你要普通毛巾，你就跳下去吓他，他会再钻出一个头来，他头会再钻出来，你再抓就好了。没有。没抓到吗？没有，不能太早哦。他会在地上先窜一下，然后头会露出来，那时候赶快抓。这也是挖矿嘛？对啊，他已经在挖了。护三护啊！我靠，吓到我！他跑去挖瘴气了，是不是？他在三护啊。都在护三护啊，抓毛鸡啊！哦，真的。前面那位，前面那位，这边有矿可以挖。不是啊，你他不说小的给他挖吗？啊，瘴气的吧？哦，是瘴气的，是小的。哦，而且我要的是古种，可是我找不到，我找拿矿来出气，拿矿来出气。直接帮这个矿头起，那矿的矿的周期也是蛮快的，要看有技能吧。我不是说他的，等一下挖太多没有回报，被爆满了，还敢不回报啊？我的素材背包会满哦，会啊，你会哦，我们上次就挖到满，你忘记啊？啊，你好像没那时候还没跟我们一起玩，找不到果种啊，有果种啊。不去效果结束。他到底要叫多久？我看他们一直在叫。他对着你们叫啊，他隔着墙叫、欸。对啊，我看得到他晃眼呢、欸。我也看得到晃眼。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。因为我刚刚用刺客衣装挑衅他，他不爽。哦。你为什么可以穿得这么帅？
我什么都没有。好，鼓掌。为什么都没有猛牛龙出来啊？干嘛、啊？不给啊！为什么上面都没有东西？为什么下面也没有东西？我别玩我！东西都没有！为什么东西都不见了？这个大古种什么时候出现的？你没挖到吧？那就大古种。没有，那是他上次没挖到的。争夺地盘的痕迹耶。哦，上次没挖的吧？哦。我们应该刚挖过了。哦。哎，那珊瑚的古种 OK 了。是挖的家，挖了自己就跑。好、哦。啊！再挖一下，再挖一下。不是啊，训练要冲到小。追你！快逃啊！恐龙来拍照啦！狗仔追着你拍。二。很闪哦。请问你是严先生吗？不是。居然直接说出来了，没差。研发的研，无敌真练会了，跟你讲，我这个滚。好，我看，我看再一次。我刚滚掉他的伞了、啊，我好强啊！哎，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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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说他，他说他会闪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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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闪他，闪他。哎。哎、欸，不要靠我啊！龙脉炭，不要龙脉炭啊！我刚挖一大堆，大龙脉炭，无敌针来了，咔嚓！我敌人啊，不是要闪是他吗？怎么会是？现在在那边，妈的滚呐！啊、好久没吃乳肉蛋糕了哦。啊，没有，嘴馋想吃。先回去。我的妈！放一下。啊，他转移目标。来来来，带你来左边这边，为你介绍，他叫左，他叫左边，认识一下。很会认，带人认识哦。要死掉啦！现在换岩浆。古种挖到了吗？哎、欸，不是瘴气吗？不是啊，我的古种还没挖到啊！不是啊，你先把这只血鸟叫走啊！一个大古种在那边不让我挖、啊，拍拍拍拍沙小拍沙小，让你拍。有一个人用重天和降掌法。好了啦，你看哪、啊、出来了啦？耶，看出来了。在哪里？在在上面呢、啊，在上面呢、啊，在这。哦，我看到了，在左边刚刚挖的位置。好，挖完了可以滚了。这是鬼？干嘛？你不是说不要挖表，不要挖，不要挖。
啊，不要挖，是不是？不要挖，不要挖，大家快出，大家快出。哪边啦？接下来。胀气呐。那。我把那个红色的给它升一升啊！我要低等的。哦，已经去胀气了。嗯，没有，他在我旁边啊。啊！滴滴滴滴滴啊！他在挖珊瑚。我在挖珊瑚。珊瑚。引导的龙。我在挖胀气。在路上了啦！你们今天火气都很大呢。江江海，他们来那个来了没 ？GAY 加入啊 ，GG 我听，这个你缺少的字有点多。曲中前面、中间、后面，没错吧？那就 GY 就好了嘛。好吧。什么 GY？GY 好，好吧。好，了解。哎、欸，大矿哎、欸。你们每次挖了一个大的东西出来，我都没有去挖。我也是啊。没有，那个矿是我刚挖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救命！这边有个无敌针。哎、欸，无敌针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无敌针。我在挖到一半被用啊，我也是很无奈。来，无敌针，我帮不了你啊。加油。哎、欸，你讲我很困扰。你这样我也很困扰，光太攻击。啊！啊！我用光太攻击。别打挖那贝，看是不是正常还是不正常的。不行啊，光太没有用，要尖锐死。Galaxy 啊！大矿在这边。狂。矿石、骨头。啥分不清楚，我觉得他要下线了。嗯？哎、欸，滚、欸、哦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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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哎呦！拜拜！喂！我要翻了一圈呢、欸。挖大贝，快！哦，我来挖。我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掉了。可是他刚跌倒的时候就直接。吊龙的那个出来啊！不会破坏，不会破坏，不会破坏。哦，那挖这个没有。上次是挖谁啊？就他，是挖就他。啊、哦，这次改版改掉的。嗯。我还很嚣张去别人的台说，赶快挖他悬赏贝，他的贝有悬赏。他说：“那你改掉喽。”整个求死。上面有地盘争夺的痕迹。哪里？刚刚那个骨锤龙那边，哦好，那、啊、大矿在哪里？我怎么看到？在这边啊。哦好，我过去。他再是不需要我们了，都挖出来了。啊，不需要我们了、啊，可以走了、啊。什么东西？嗯，你不是说不要帮你挖吗？我需要的是骨头，我找不到骨头。月亮在闪了，月亮在闪了，可以准备了。是有人吃有，我生物不是常驻哦，我不要死就好了。我操你妈的！你也那个来啊？对啊。哦，了解，大家都要每个月有29天都来。好、哦，对。哇，那你二月真是无没有休息的。对、啊，而且。29号的还是一样哎、欸，22月是我的生气的月份，是啊，水快喝光了。原来是你那边的，我都奇怪他没有开。不敢，好烦哦。我还有小骨种啊。我水快喝光了。不给走啊！来，电影都是这样演的。啊，过来，
哎、欸，他换目标了、欸。换 HTT 加油，撑住！他上去找你了，爬上去了，就像一只骨锤龙一样爬上去了。那、啊、真的是蛮像。我把他赶走了。哇，你怎么办到的？你身上不可能会有大便啊，怎么会有大便？厉害吧？你直接从你屁股挖一坨出来，是不是？没错。哇！现拉现用，太实用了吧？很捞哎、欸！嗯，最猛哎、欸！他瘴气不是一等吗？对啊。哦。不用看瘴气毛几啊，就直接去看其他区就好了。好啊。嗯，走上去就到岩浆地区了、啊。走这里就到岩浆地区了。我找不到骨头。加油！还有骨头。我的瘴气的位置不太。你有看到吗？这边有。你在哪里啊？咦，我看不到，看不到你们的 ID， 你看不到你们 ID， 你老师的底下啦。好，这一区有。刚刚那边有啊，我这边没有。好。嗯，目前只知道平台上面有一个矿一大堆。啊，我是古董家的。嗨。这两还。瘴气除了这两区大区块，还有其他地方？就这两区啊，每个地方都是两区，两区会有东西啊。好哦，哇，他已经到了中等的骨头了。还有毛级，出来了吗？一般的毛级，怎么可能？在你旁边啊，你没看到吗？没有啊，抓过了吧？欸、我有哎、欸，也许我抓过了吧。哎、欸，他原本就在，他原本旁边有火爆毛几啊？你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、有啊、欸，有火爆、欸。哦，对啊，那同一只啊。哇，你现在就穿了哎、欸。不行啊，有火爆啊，又要抓、啊，不然亏。我要亏200块而已。不好意思 ，guys， 帮我挖骨头，骨头升上去了。嗯，我正在挖，各种挖。刚刚被嫌弃，已经走了。啊，轮，那这个够不够？轮，够十加轮吗？巨大骨洞出来了，一点点，有点普通。那是龙眼的，好龙眼的哦。像古董在你那吗？没有。这里有蚊子，能多到一个很可怕的境界。怕。哦，痕迹。有。出来了，我看到毛鸡了。又是火爆毛鸡。哎、欸，有嘞。你要不要试试看冲过来的？冲过来啊。嗯。啊，他们会遁地一下子，然后换个位置。没有啊，你没有吗？就走嘞，没有啊，没有啊，他遁地一下子就会再有啊。哎、欸，这里直接走了、啊，这里大的在这里。我一冲过来，他遁地就走嘞。应该还会有一只一两只会探头出来。哦，那我下次再看一次。哼。那他们因为第一次钻的时候就已经很快了。对啊 ，Galaxy 又来了啦。Galaxy 路人可以连进两次也是蛮厉害的。那个啊，对，他可以自己选。哎、欸，清晨了，我去找皇帝。啊，我去帮你找森林，你不用谢我了。我晃不到古种啊。还是没有森哎、欸，我断层那边有毛鸡。我也来帮你挖了。我就看到矿了，需要我吗？需要，帮我挖到巨大跑出来就好了。这个又走了，这个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断层那边有毛鸡，
山丘好像也有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如果有森林毛巾，你要怎么感谢我？就感谢啊，有什么好？有啊，有森林毛巾啊。有、哎、有吗？有啊，青苔毛巾在小洞穴里面。可是我的阴森一种还没好，我的阴森一种还没好。我靠！太贪心了，想抓两只，跑掉一只，不，通都跑掉了。你赶快出去进来啊！哦，对哈、哦，终于找到看到一个古董。你走啊？你要？哎呀，你说森林的吗？你爬到二楼，爬到二楼之后，那个大的回复蜜从旁边。刚刚江江一听到就直接把在挖古董的我丢下自己跑了，赶快！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帮他挖。毛吉的吸引力，我很难过。吉娃娃在这里参加。吉娃娃，吉娃娃，吉娃娃。那个首歌真的是。有吗？你有找到大回复蜜虫吗？哦，好好好，谢谢。好，刚好在这里，我把挖一挖。啊，KO K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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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O， 那个笑声。KO K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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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O， 好，我要去挖大一种的。Let's go. Let'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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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大矿，快接着换装备！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哦，还小金呢？你是不是要感谢我啊？谢谢你。我来调查报告。大矿在洞里，在走进洞的右穴。右穴。绝土毛巾山丘来了，各种来。欸、可是太阳出来了，绝土毛巾是在啦，啊、森林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我再去看一下吧。嗯。我在挖古种。他不给我，啊有了，巨大古董哎、欸，断层有毛级耶、欸，没有跑掉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我要古装，我们柴火在睡觉，对啊，柴火直接睡在那边，酷呆了，哦有还在还在，嗯，对哟。再给我钻下去哦！你就等它钻完再抓啦，抱歉。就是网子红色的时候再抓就好了。嗯。顺便抓这些蜥蜴。哇，隐身衣刚好没嘞！顺便来试做那个。哎、欸，我冲到它旁边，停住，等它钻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Yep.啊，旁边如果遇到角龙，有这个方案吗？怎么办？他现在在遁地状态，你抓不到，你就丢石头啊，把角龙引开啊。
哦，有哎、欸，对不对？可是就比如说五只出来一下，五只对啊，五只里面会有一两只钻出来，不是全部都会钻。随机的不是全部。对。好险，掘土有钻出来。我那时候是刚好抓到钻出来的掘土。仓火要跑啦、啊！那我都很喜欢睡完的跑。困吧还让几个人？可哎、欸，有时候他们不会钻回来、欸。吃饱睡饱。怎么钻回来？毛几？嘿，怎样？啊？有时候他不会钻出来、欸。什么？有时候不会钻出来？哦，我啊，没事，那应该是几率问题。就是我下另外一群，结果他没有钻出来，就是直接盾的。他刚刚不是就说几率吗？没有，他说会有钻出来一两只啊，可是我这次说的是一只都没有出来这样子。哦。我那个狂喝狂喝，我狂喝，差一个异形狂骨。大古董在哪兒？请问森林的。哦，我没有注意。哦，你没挖。我是直接上来。感觉在一楼吧。二楼没有啦。嗯，在六楼。哦，在这。会生气哦。有异形啊，有异形。好了，干，怎么拨到凶残用的皮滚？好了，你们在打什么吗？没有啊，我在打凶残龙。凶残龙。哎、欸，跟我叫智力战轰龙好不好？我也没打到。好，等一下，我去找一下巨大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十二点嘞。又怎么了？又想早睡了吗，宝宝？是啊，我明天要出差啊。我，你现在在出差啊？一个小时到了。现在是这样。停。算了，明天再打好了，休息。哦，好啊。咻咻咻咻。我怕我会半路睡着。有一只仓，你们打吧。没有吧，我要休息。我也要休息。调作息。我要去跳槽了。好。啊？他跳槽。哦。一个废骨仔。废骨仔。你们都要走了，我还不如走。哦，好了。不是，我们只是下班。啊，你是啊，你是要换公司，换环境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要续团，这样讲就好听一点了。真屌，我有团可以续。稍微对啊。你也可以续啊，你现在来。我现在续顶多续酒而已啊，要续。续酒。可是你那边就没有这么好笑的 ID 耶？哎、欸，怎么多人啊？二四六八十四二十三。I don't care。哇，到几个了？爱大卡，哎，忘记送个工会名片了。哇，那五个土司跑了，你看你来不及送他了。哇，我还可以耶，饭落落饭，几娃娃手，这边就我们最宅。八八八八八，三个八。欸、千万账号不要用这种东西啊，什么91625200，前面加个零就是手机号码啦，想骗人。骗啊。那个吉娃娃小狗的头像跟猫之翼明明就一模一样。欸、真的、欸。猫之翼你是不是应该不是他们的，
看死定。台湾，哦，不是，这不是猫之一，他姓钟。加油！哇，你喜欢说好多人哦，超多人，很恐怖啊！不知道为什么跑进来，都是一些怪 ID 啊，很好笑，我们都在期待。还要省、啊、是不是没有设成的限制好友、啊，一直都没设定啊。我都没设啊，我也没设、啊，大家都设的。他妈不要跑进来乱我，他要进来就给他进来，没差。反正也没有干嘛。没错。进来一直狂问你，可以帮我打贝西吗？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哎、欸，可以中了，可以中了，你会中吗？他还没有问我你会撞吗？他直接跟我说：“来，来拍一下，来拍，好拍你就拍。”他搞不是教你拍三下软化的那招式啊？没有，他只叫我拍到墙上。重点是他第二次换他拍，还拍歪，撞到射在墙上。然后明明是玩特甲，还不带回家，整场跑来跑去。他的特甲在那个龙还没有脱壳之前，他就还没有变二段那个兽变兽之前就已经射完了啊，很屌，真的很屌。什么变兽？变什么？就是黄体龙啊，他不是一开始很胖？嗯、他的特甲在他还没有变兽之前就打完。哇操！然后整场就在那边跑来跑去打通常弹，然后跑来跑去，人都跑了、欸，好哎、欸。而重点是。全场不都开红马走跑回去了？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一样就是我要调作息，所以在想啦，要不要之后也就是11点关台，因为我12点用一用，用完都要1点才睡。啊，现在又早上起来，想说回到就是早上剪片，剪完片去健身，健身完之后休息一下，然后下午开台，晚上开台这样的规律。可是。太久没去健身，就一下动一下就累死了。好啦，大家拜拜了，晚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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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